一贯道总会及各支会干部受到伊斯兰教安纳托利亚福尔摩沙协会邀请，于2012年6月至土耳其伊斯坦堡进行为期1周的参访行程。台湾参与的团体有一贯道、天地教、轩辕教、佛教等，一行35人。参访当地的记者作家基金会、银河电视台、法提赫大学、札曼报社、犹太博物馆、布尔萨大清真寺等。葛兰组织在世界各地拥有医疗机构、电视频道、教育机构等，每年投注全球慈善金额便高达150亿新台币，其影响力遍及全球。道本一体，理无二致。一贯道为延续师尊师母普渡三曹，需更积极投入关怀世界之工作。